佛子，如来应正等觉，大智慧海，已复入世。有四种大智慧宝，具足无量威德光明。此智宝光，普入菩萨，乃至令得如来大智，何等为是？所谓一切善善波浪大智慧宝，除一切的法奈大智慧宝，慧光普照大智慧宝，如来平等无边无功用大智慧宝，这一段呢，就是形容着跟上的法和跟欲啊，这段说的是法，法跟欲和，这四大宝嘛，是日藏、离蕴、火焰光、金乌鱼，那么这是四种宝的名词了。如来的这个大智慧海中，那前头是海里的四宝啊，如来的大智慧海中有四大智慧宝，智慧宝跟世间的宝，拿那个做比喻了。其实那四种宝比那四种宝，我们也不知道，对，那四种宝，大海那四种宝，龙王的秘藏，龙王都不知道。如来的大智慧宝呢？我们也可以理解，我们学到经论上啊，都知道如来大智慧成就啊，现在把宝的含义呀、理解到，宝呢，世间宝，能激发你困难出生的财富，那佛的智慧宝，出生智慧，形容的智慧。那么这个宝啊，受寒藏的，能够除你的热恼，除你的烦恼，除你的生死苦，这生死苦包括的分段变异，也包括那一般的生死。我诸大菩萨的，诸大菩萨的也在生死当中，未成佛之前，都在生死当中。那不是分段了，那变异，必须得完全证得法身了，那解决问题了，究竟证得法身了。说这个佛的这四种大智慧宝呢，具足了无量威德光明，佛的威德是降伏魔怨的，降伏魔怨的。佛的威德是成就一些大菩萨的道业的，菩萨的威德是灭除我们一切烦恼的、黑难的光明。我们要得到这个宝的光明，照出我们身。所以说。是智慧的宝的光啊，要处住菩萨，处住菩萨，乃至令得如来大智。那处菩萨叫如来都成佛，让这个诸佛加持一切菩萨都成佛，那这个宝光处住菩萨身入世。那我们对这些文字，我们怎样理解，跟没有什么关系。我们怎么样得到他的利益？没有做观想，观想。读《华严经》，我说看《华严经》，念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。不过你还没见到，但是你从学习当中，没有理解到。
大方广佛幻境的毗卢遮那的光明已经照出母身。楚州菩萨啊，王王母曾见道友啊，你说老菩萨或者年纪轻一点啊，就成个那个菩萨。但是有很多人呢，他不但不理解，他还生烦恼。他说你挖苦他了，把他当成菩萨。而且我们着重跟大家说，你本身就是菩萨，你入佛门了，受了三皈了，菩萨是一个含义了，菩萨的名词你要懂得，菩提萨埵。这菩提萨埵说我们华严说觉悟有情，但是自己觉悟也是菩萨，觉悟他人大菩萨了。但是你大菩萨也从小菩萨来的呀，你到了甚深的究竟也是从于三归来的呀，不要拒绝。很多的道友们，你成为他这菩萨，或者说你这位大菩萨或者是老菩萨，他不但不欢喜，他生烦恼，他说你挖苦他了，这个理解是错误的啊。菩萨这个普通称号，只要你入了佛门了，普通称不知道你张三李四或者你姓什么，只是菩萨，称你菩萨，尊敬的意思。而且自己呢得承担啊，你是佛子啊，你要利益众生，你要成佛呀，但是人家成你菩萨时候也是给你警惕呀，因此这就是能令菩如来的大智慧。只要这个宝光威德光明处照你的身，要处住菩萨，处照菩萨身，得这个得这四种大智慧宝的光处照你，你就能够灭一切哪吒。这个不是哪吒啊，这灭尽三宝浪大智慧宝。那这个大智慧宝一瞅到你，把你这个散散还没究竟呢，散散呢就是你做的一般的好事，做一般好事，只要帮助别人利益众生行菩萨道的事，这些三宝浪把它合成大宝光明。还有对法也不要执着，这种宝光能消灭一些法奈的执着，这种大智慧宝法的法奈执着，要执着法。咱们都知道啊，哪法二执，两种执执着，说无我了，无哪了，还执着法。那这个是呢，法那一大智慧宝，产生了这种智慧的普照光明的大智慧宝。如来平等无边无共用的大智慧宝，这四种大宝和前头的宝相合，一个是表示佛的体，一个表示佛的大用。凡受光普照啊，加速一些众生的时候，加速一些菩萨的时候，平等平等，对吧？光明平等平等，就是如来啊，从体上说起的妙用，这四种宝都是如来的光明妙用。利益菩萨。咱们怎么样理解呢？当你念大方广佛经的时候，或者你打开大方广佛经的时候，你感觉着佛的四种光明，
宝光明这蛇罩住你。佛的体说起的妙用，跟你的体，跟你的自己的法体啊，法体相合了，你要做入世观想。佛子诸菩萨修习一些诸道法事，起无量的散散波浪。前头解释啊，散散波浪是什么？就是修行那些诸道法。在这七道品呢，是正行啊，是如意足啊，五根五力啊，七菩提，八正道，这都叫诸道法。这些个在修习根本的时候，只能出的散波浪，不是大海深处。散波浪都是散法呀，那菩萨在修的诸道法，诸道法啊，是吧？没有成菩提道之前，有些个方法帮助你成就菩提道，这叫散波浪，不是海。体悟这波浪，一切世间天上阿修罗所不能坏，就是这些散波浪啊，天人阿修罗破坏不了的。但是呢，要舍。因为你进入如来的甚深的体相中，进入如来圣贤处中，把这一些个散波浪，散波浪啊，就是一切散法你都不要执着，就是前头所说那个法乃大智慧，这些诸道法都是不要执着，这些诸道法不要起耐，那就是耐，就是法耐，要把这些法耐除掉，就是这些个诸道法都应当除掉。这大智慧意境，注意三昧，持心意境。什么是持心意境呢？下头说了，以一切法乃大智慧表光明。除彼菩萨，令他舍离三昧的位座。那些菩萨持心意境，就是住的三波浪的波浪当中，住于的三昧。这个三昧啊，还有执着。要舍离这个三昧的位座，位是形容词了。人家耐吃酱油的，或者耐吃咸的，耐吃辣的，他都有个位呀，攀着一个位。但是这个是三昧。咱们前头讲十地菩萨啊，每一地的三昧都像很有味道，很有滋味是。假使咱们现在得个清淡，你都会很贪着的。清淡的意思就是你呼吸在这坐坐静坐的时候非常舒适，那种入清淡境界了，什么外头景缘呢都谢绝了，什么景缘都没有了，那一心照镜。这个是说舍了一些这些个三昧的执着，那另外起的是广大神通。那这个广大神通怎么得来的呢？是不贪着一切诸道法的三昧，舍离了，进入的
入了这大字和海四宝当中，讲佛力。又以慧光普照的大智慧宝光明除彼菩萨，这个是尊子这十一位菩萨说的，令他得到的广大的神通都舍掉，令舍所起的广大神通，佛的智慧普照大智慧宝光明处到这个菩萨，令菩萨舍掉他的广大光明神通，把这些全舍掉，就是把那不但诸道法舍掉，把那甚深广大的神通业用吧也都要舍掉。舍掉了住在什么地方呢？住到大光明公众公众行，这是佛的啊，就成佛了。与如来的平等无边公众的大智慧宝光明除彼菩萨，才能令他舍弃了大明公众行。现在一步一步的舍掉了三昧，完了住到大光明行，又以佛的平等无边功中大智慧宝光明再照，令他把这个所起的大功用行也舍掉。舍的意思啊，大家懂吗？这个舍的意思懂吗？啊，就是在这个上呢，不要再铸造上前头的功用，往后进一步，殿后进一步得到如来的平等地，就是跟如来平了，进入成就佛果了。这个时候成就佛果的时候，一切的功用全没有了。这如来的四大宝形容，令这有进位的菩萨、有子位的菩萨、有十地菩萨，都能他成就迅速成就佛果。到如来地，说如来的是四大自宝宫的照处，菩萨才能够得着如来地。如果是没有这四大宫照处与佛相平等和的话，一切菩萨得着如来地的话，不可能。无有四受就是不可能，想进入如来的心一样啊，不可能。这个都是给那个十一地菩萨想进入如来的境界，但你要想进入这境界，把你前头的诸道法、你先所得的三昧、你所得的功名功用，你都得把它放下舍弃掉。舍得越干净清净，才能够得如来地。如果不是这样的呢，进入不了如来地。进入如来地，如来的心相，说如来的心是什么样子？十种相，咱们先说四个，现在这是第五个，是吧？你要想登如来地呀、啊，如来的实相你一个一个进入，这是菩萨应入是知的，应入是进入的。那么这段呢，就是就是智慧，这个四，这四种为什么拿四宝来比喻，为什么拿前头也都拿四来比，就是如来的大圆镜智、平等性智、成所若智、妙观察智，拿四字配置世中的三昧，这都要深入的了。从经文上你要反复的思维，
咱们连相似都不能得当。相似都得到了地上的菩萨了，最少最少也得三贤位的菩萨了，对佛的心性啊才能会解。咱们应当呢入世观，入世观啊，观呢就是入世照，换句话说，从你观照入世思维，入世思维啊。同时的这一段的经文呢，第五项啊，佛是把所有的事理入于事，把事变成如来的真如的智。在地前的菩萨或者实地的菩萨，我们回顾啊，以前讲过的地前的菩萨，初地到四地，守定，得入地位，守这个三昧，其实三昧，能够守什么？这三昧什么意思？就能守四处世间一切贤善之法，那这东西就舍掉了。初二三地为四地的处事，舍前法，即是把事变成真理，从散而得定，而得定。再进一步，从体集体而起的大字，这是润。四地的起，四地以前的菩萨没有这个润。这个润是什么呢？菩萨利益众生啊，得入熟，入真体，入熟体，熟体而起的妙润，四地办不到，必须等到五地，五地他就入了熟地。入福地呢，就是记着世间福德智慧而得这个定啊，那些世间。从五地开始到六地是平等无相智，得到平等无相智。平等无相，五地虽熟，虽熟还没能平等，必须进一步到六地七地的功夫，般若的大智慧光明的功德用妙用，那个定叫光明定，咱们前头讲过了啊。等到八地到十地啊，以平等无功用字，平等无功用字，这是进入八地菩萨。从八地菩萨到佛国，入的是首楞严定。我大家很多人读过楞严经啊，首楞严定，这是达到极究境。因此，不言母说是啊，把一切诸道法，把一些散散散的三法都让他放弃，就这个原因，这个原因。八地到十地，现在是十一地，普贤菩萨给十一地的菩萨说如来的出现，咱们根据这个观，根据这个观想，咱们是远因呢，重的是远因，不是亲因。亲因像
十地菩萨，八九十地菩萨那是亲因了，他很快就成就了，咱们距离还很远很远。但是人能够从凡夫能够解，能够解，能够知道，从凡夫地就能知道的历史的结位，这个知道了，认识自己，自己的究竟是进入什么境界？禅宗讲的顿超直入，立证菩提，说那根基深厚的，就是过去的事啊，积累福德之后，积累很深厚的，他一闻呐，能够顿断，顿断。人说不立三七怀法身，他一闻到像华严这种境界法，他一闻到，他立刻就进入了，那就是大三根的，那就是不经过三大人，经过好多劫，马上就证得法身了。咱们懂得这个道理，懂得这个道理，不见得你证得这个道理。一遇事，这道理就糊涂了，糊涂了就没作用了，所以你证不到位呀、啊，不入位呀、啊。而每位道友进了佛门之后，都知道断烦恼啊，但是断吗？就是断不了烦恼，每天都在起烦恼。但是呢，我明白了，不去滋生烦恼，不去助长烦恼，也能深入啊，是吧？说我们现在我们这个知识，就是我们这知啊，这认知，能够起一种智慧，但是不是集体之智啊，它从法性身真如字所产生的妙用，那个用是大智慧。这个每一地的果位情况都不同的，不同的。现在就是如来的前头第五相，第五相。所以这个普贤菩萨向与会的大众十一的菩萨，把如来的十相一相一相显示非常清楚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学佛为什么要学佛的教授学经学论呢？要知道次第，认识自己，也认识他人。就是说成佛了成道了，像那些外道，你听他一说话你就知道了假的，胡说八道。因为你明白了，因为你明白了，所以你没证得，你明白，但是他骗你骗不了的。你学教理的人，对人家的，或者问你，或者你看你观察的，他进入什么位置，他烦恼就断了好多。祸也存在好多，说上位能知道下位，下位不知道上位，它的含义就是为什么这么样次第次第讲，都到了十一的菩萨普贤菩萨和这样介绍呢？这是介绍啊，佛出现是怎么出现的呀？这一次非常的微细，这个是很微细的了，
神妙，深深微妙。当然是我们学这些大法的时候，甚深的法师劣等啊，没有这个资格。我们只是啊，正宗善根，将来成就的时候啊，容易一点，消消业障。现在讲佛的第六相心呢、佛的第六心相，佛是佛子，用从水地上自飞翔，飞飞翔天，其中所有的大千国度，欲界无色，欲色无色，是欲界无色界，欲界色界无色界，众生之处，所有的众生所处所，没有一个是实的，莫不与虚空而起。不论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三界吧，三界难立的都在虚空之中，欲空而建立。一着虚空而起，一着虚空而住，何以故？虚空普遍，因为虚空普遍。但是虚空容三界而没有分别，虚空没有分别，那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也不是我空中画个你大小，不像咱们买个住宅了，30方啊、50方啊、100方啊、几百方啊，没有这个区别。这是拿这个做形容的，你就知道了。形容佛的，佛子啊，如来的智慧已复入世，一切众生。一切依报正报，因如来而住，所以这里头包含着声闻的智慧、独觉的智慧、菩萨的智慧，有为的智慧、无为的智慧，包括这里。这个层次啊，只能呢。声闻独觉菩萨是那三层来分呢。其实声闻里头有菩萨，独觉里也有菩萨，菩萨里头也有声闻，也有独觉。他说虚空是互相含容的，但是他没分别。虚空有分别吗？没有分别。如来的智慧里头含着声闻呐、独觉呀、菩萨呀，有为的呀、无为的呀。那一如来乃至一些如来都是从智慧而起的。如来是以智慧而起的，如来住在智慧当中，以智慧而起，以智慧而住。一切色界、无色界都是依虚空而住的。因为虚空普遍，虚空容三界无分别，佛呢容一切众生，佛没有分别，如来自住，都是一直住，一直如来自会起，一直如来自会住。何以故？要解释了，什么缘故？前头是表题，以下就是解释。说如来的智慧呀，遍一切故。如来智慧遍一切众生，用那三乘法，遍于声闻，
骗于杜鹃，骗于菩萨，乃至于骗一些众生。如来智慧，普容，普是普遍的意思，容纳一些众生的智慧，而无分别。如来并没分别，如来也没有这么给你确立，哪个智慧众生大，哪个智慧众生小，如来没去分别，这就是如来的相。如来的心，无分别的智慧心，就是如来的心的第六相。先拿虚空做比喻，虚空入世，佛第六相的心也入世。一切的诸菩萨摩诃萨应入世之。这第六相很简单，就拿虚空一比喻佛，这个就是佛的无奈字，无奈字。佛是佛子，入雪山顶，有药王树，名无尽根，比树根从168000由旬，下进金刚地，水轮即生。咱们地轮下的是水轮，前头跟大家讲过啊，《金刚经》说，水轮底下生出来一棵药王树，就生个一树，这个树是药树，药树。这树根呢，生长的好高呢，168000由旬。在印度，这个说由旬呢，就是我们中国的里数，是吧？十里呀、八里呀、二里了，18000由旬呢，就是168000里这个意思啊。但是他那个里非常大，他的里不像我们中国，他那一里等于我们中国的40华里、60华里、80华里，它分三种等级。那16万8000由旬，这个肚子数字我们不算它了，很多很多里数了啊。反正到金刚地，地基了，下的是水基了，地基进了，一下到水轮。这树啊，是在这儿生的。这比树，比药王树，要生根时，说这个树根要生的时候，令阎浮一切树根生，它能是阎浮的一切树能生根，根上生茎，令阎浮的一切树茎生，枝叶花果都入世。这个形容词，药树的生，那药王一个药王树呢，是从根生的茎，茎要生。生根呐，根能生茎，茎能生根，互相的生，根能生茎，茎又生根，根又生茎，不有尽呢。这个根呐，药王树的根呐，没有尽，起个名字叫什么呢？无尽根，无尽根。佛子比药王树，一切树皆令生长。假如药王树在一切都能生长，不是说树的啊，讲树做比喻的，要形容，拿树形容，
形容佛，佛出现在什么地方出现，根生在何处。佛什么时候都能出现，我与二处不能为根，不能做生长的利益。形容佛的哪两处呢？所谓地狱深坑，地狱深坑，地狱不生长，生长树必有土啊，得有种子，得水轮不能生，只能在地上生，是吧？两种不能生，一个地狱的深坑不能生。那在水轮之中不能生，佛是无数不能利益众生。为什么说地狱不能生呢？地狱不信呢，到地狱里去，他的思想啊，就是苦难，什么都没有。佛利益众生，药王能除一切众生病，这显什么的呢？显一个药的体，药树生的体，药是对众生病的，是药的肉。形容佛，佛的出生啊，是利益众生的，就是利落众生自，这叫佛利益众生无尽自啊，无尽自是众生无尽，佛利益众生皆无尽，显佛的大用，佛大用，佛子如来的智慧大药树王，如来的智慧像大药树王一样的，以佛入世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佛大药，佛的智慧啊，能发生一切众生成就智慧的三法，能够普法一切众生戒，能够除灭一切众生的恶道苦难。因为佛的广大悲广大愿，佛的成长是两种，悲愿，大悲大愿，以大悲大愿为佛成佛的根，乃至成就佛果。就像越王树是一样的，拿越王树形容的，三巧方便，就是那个药树的梗，梗叶的枝子，骗法界的智慧，一切诸波罗蜜，就是那个枝叶。那法呢，就是禅定解脱，诸大三昧，种慈辩才菩提分法，这就是越王树的花，开花嘛，种慈辩才菩提分法，究竟无变，永远不会变化，达到最究竟了，没有变化。什么呢？佛的解脱，诸佛的解脱，结果了，结果了，是吧？悲愿跟菩提合着为诸佛之本，就是药王树的根，能救拔一切众生的甚深的苦难。
依着如来的实质所产生的方便善巧，那树啊根子必须得讲枝叶呀，啊，讲枝条啊，讲树叶啊，讲干呐、啊，菩提的枝叶树干，佛子如来的智慧大乐树王，名为无尽根。什么缘故？何故得名无尽根呢？究竟无休息，不断菩萨行，这菩萨行是如来的性，菩萨行的如来性，那翻过来说，如来的性就是菩萨行，所以叫无尽根。这道理啊，说现在咱们如果发菩提心了，行菩萨道，你发菩提心，这心从什么地方发来的？发来菩提心，菩提心要成长，发了心你得灌溉它，发完心就什么都不做了，还得愿呢、啊、还得行啊，还得行菩萨道啊。当你行菩萨道的时候，就是佛的心，佛的心就是菩萨行，菩萨行就是佛的心，所以这叫无尽根。这永远不会休息的，今未来际，这道理就很容易明白了。要想得果，必须得有因，果成了不舍因，成了佛了还要度众生，所以说菩萨行永远不断。咱们通常说道家慈航啊，道家慈航、咱们这山上的老祖师不是舍利菩萨成了佛了，他又来做菩萨呀，从从无尽的，说如来相就是佛菩萨行，菩萨行即是如来相，这两个不用得分的。药王根就是一些药，一些药就是一些药王，药王树。所以说，上头一个法一个喻，现在合起来说，佛子啊，如来的智慧大药树王，这法喻和这根的生的时候，就是另一些菩萨生不舍众生的大悲大慈的悲根，生又根生的，什么生的呢？众生，因为不舍的大慈悲，那个就是根。那菩萨要行一切菩萨道的时候，那其景要生枝条啊，要生叶啊，生叶啊，树叶啊，那就是令一切菩萨增长坚固精进身心的根，那枝条树枝子，枝叶的生下时候，令一切菩萨增长一切诸波罗蜜枝，一切住到彼难法呀，那枝枝上要生叶，其叶生时能也不在生长境界行头陀恨
一切功德收益之中，其花生时要开花啊，开花，花就是说话。另一菩萨具足善根相好庄严的花，药树要开药花了，结的药呢啊，这开的花，花必结果。那果生时，令菩萨得到了，菩萨行菩萨得到无生法印，无生印，乃至受佛的灌顶，续佛位。佛子，如来的智慧大愿殊王，如来的智慧大愿殊王，唯有二处不能做生长的利益。咱们经常说，咱们经常说，佛是万能，万能，给一切众生作为利益。但是华严告诉我们，两处不能做利益。所谓的二乘，都有无为广大深坑。佛不能够帮助他，他堕了广大的深坑。还有患善根的非气众生，他的善根坏了，邪知邪见，贪爱之水，不是不愿舍，这类的众生，他不接受，不接受佛的教诲，他不接受，佛就没办法度他呀。佛子，如来的智慧没有增减，所以根善难种，从来没有修行，所以佛的心的气象，菩萨应如是知。但是这个地方啊，多加说明，所谓的二乘，二乘是不回心的，不回心向大的。他住在五色界天，三在是化不了，坏不了他住的地方。三在所不能坏，他就注定他所谓的二乘人，所谓的他成了佛了，其实没有。他证的呢，有余涅槃，不是无余涅槃。他住在既定的深渊，那深渊，他不接受教化的。他因为是无为，那个无为啊，还在变异生死当中。你真的无为了吗？但是他那个无为，跟八地正德的无为两个还不同的了。八地也有这个因素，八地是大菩萨了，十方诸佛一给他启发，他再去发菩提心。二乘人诸佛给他启发，他不接受，他为他，因为他跟佛无异，他成就了，他不接受佛的教化。说这个地方所说呀，两处佛无办法动，还有那个大邪见贪爱的，
写日写见。两处不能生长的，你根算难固，生无修仙啊。这两种呢，简直不是法器，一堕入这个里头，都出来很难很难。地狱深坑啊，邪见的大坑。因为这些都是薄无因果，薄无因果。要贪那的根呢，贪那的根不能升起善根，不能升起善根，这个缘没有。而水里头不能种药树，药树不能生，不能给药树做深层的利益。佛也如是说，这是如来的第七心相。但是佛是无厌舍的，所以这两种众生还是暂时的。佛另有三角方便，多前他厌离了，恐怖了，还是得度的。什么原因呢？同有佛性，佛性就是佛种，是吧？佛说不厌舍，不厌舍，是佛的心没有厌舍这类众生，是这类众生拒绝于佛，佛也不能多。这道理很简单，你说我们寺庙，我们所有出家师父，我说跟人讲佛法，还希望大家都学啊，都听啊，人家不听不学，你又有什么办法呢？拉着他你来跟我学佛法，那麻烦了，他可能去告你，你现在他自由了。这现实的含义跟他一样的，但是同有佛像，经过久了，等于他厌舍了，等他那无名渐渐有点明了，明白了，那就他就转化了。说有现呢的人，现在做呢业的人，你劝他改过，做点好事儿，他干吗？咱们社会上有这么两句话：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但是他屠刀肯放下吗？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是从你放下屠刀这个时候开始起，你转化了，不做那了，行善了，一定一定能成佛。往往的这些话，有人家拿这个问我佛弟子。我的放令舍所起的广大神通，佛的智慧普照大智慧宝光明，处到这个菩萨，令菩萨舍掉他的广大光明神通，把这些全舍掉，就是把那不但住道法舍掉，把那身上广大的神通业用吧，也都要舍得。
舍掉了住在什么地方呢？住到大光明宫中，宫中行，这是佛的啊，就成佛了。与如来在平等无边功用的大智慧宝光明除彼菩萨，才能令他舍弃了当明功用心。现在一步一步的舍掉了三昧，完了住到大光明行，要又以佛的平等无边功用大智慧宝光明再照，令他把这个所起的大功用行也舍掉。舍的意思啊，大家懂吗？这个舍的意思懂吗？啊，就是在这个上头，不要再铸造上前头的功用，往后进一步，往后进一步得到如来的平等地，就是跟如来平了，进入成就佛果了。这个时候成就佛果的时候，一切的功用全没有了。这如来的四大宝形容，令这以进位的菩萨、有智慧的菩萨、有实地菩萨，都能他成就迅速成就佛果，到如来地。说如来的是四大自宝光的照处，菩萨才能够得着如来地。如果是没有这四大光照处与佛相平等合的话，一切菩萨得着如来地的话不可能，无有四受就是不可能，想进入如来的心相啊，不可能。这个都是给那个十一地菩萨想进入如来的境界，但你要想进入这境界，把你前头的诸道法、以前所得的三昧、你所得的功名功用，你都得把它放下舍弃掉。舍得越干净清净，才能够得如来地。如果不是这样的呢，进入不了如来地。进入如来地，如来的心相，说如来的心是什么样子？十种相，咱们先说四个，现在这是第五个，是吧？你要想登如来地呀，如来的实相，你一个一个进入，这是菩萨应入是知的。应入是进入的。那么这段呢，就是佛用佛的智慧，这四种，为什么拿四宝来比喻？为什么拿前头也都拿四来比？就是如来的大圆镜智、平等性智、成所作智、妙观察智，拿四字配置世中的三昧，这都要深入的了。从经文上，你要反复的思维，咱们连相似都不能得到，相似都得到了地上的菩萨了，最少最少也得三贤位的菩萨了。对佛的心性啊，才能慧解。咱们应当呢入世观，入世观啊，观呢就是入世照。换句话说，从你观照入世思维，入世思维啊。从实的这一段的经文呢，第五项啊，佛是把所有的四理入于四，把四
变成如来的真如的智。在地前的菩萨或者实地的菩萨，我们回顾啊，以前讲过的地前的菩萨，初地到四地守定，得入地位，守这个三昧，其实这三昧啊，能够守什么？这三昧什么意思？要能守四除四间一切闲散之法，那这东西要舍掉了。初二三地为四地的处事，舍前法，即四把四变成真理，从散而得定，而得定。再进一步，从体集体而起的大字，这是用四地的起，四地以前的菩萨没有这个用。这个用是什么呢？菩萨利益众生啊，得入熟，入真体，入熟体，熟体而起的妙用，四地办不到，必须登到五地，五地他就入了熟地。入福地呢，就是记着世间福德智慧而得这个定啊，那些世间从五地开始到六地是平等无相字，得到平等无相字。平等无相，五地虽熟，虽熟还没能平等，必须进一步到六地七地的功夫，般若的大智慧光明的功德用妙用，那个定叫光明定，咱们前头讲过了啊。等到八地到十地，以平等无功用字，平等无功用字，这是进入八地菩萨。从八地菩萨到佛国，入的是首楞严定。我们大家很多人读过楞严经啊，首楞严定，这是达到极究境。因此不言母说是把一切的入道法，把一切散散散的三法都让他放弃，就这个原因，这个原因。八地到十地，现在是十一地，普贤菩萨给十一地的菩萨说如来的出现。咱们根据这个观，根据这个观想，咱们是远因呢，重的是远因，不是亲因。亲因像十地菩萨、八九十地菩萨，那是亲因了，他很快就成就了，咱们距离还很远很远。但是人能够从凡夫能够解，能够解，能够知道，从凡夫地就能知道的历史的阶位，这个知道了而认识自己，自己的究竟是进入什么境界。是禅宗讲的顿超直入，立证菩提，说那根基深厚的就是过去的事啊，积累福德智慧，积累很深厚的他一闻呢，能够顿断，顿断，
人说不立三七怀法身，他一闻到像华严这种境界法，他一闻到他立刻就进入了，那就是大三根的，那就是不经过三大人，经过好多劫，马上就证得法身了。咱们懂得这个道理，懂得这个道理，不见得你证得这个道理。一遇事，这道理就糊涂了，糊涂了就没作用了。所以你证不到位呀、啊，不入位呀、啊。而每位道友进了佛门之后，都知道断烦恼啊。但是断吗？就是断不了烦恼，每天都在起烦恼。但是呢，我明白了，不去滋生烦恼，不去助长烦恼，也能深入啊。他说：“说我们现在，我们这个知识，就是我们说知啊。”这印知，能够起一种智慧，但是不是集体之智啊？从法性身真如字所产生的妙用，那个用是大智慧。这个每一地的果位情况都不同的。不同的，现在就是如来的前头第五相，第五相。所以这个普贤菩萨向与会的大众十一的菩萨，把如来的十相，一相一相，显示非常清楚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学佛为什么要学学佛的教授学经学论呢？要知道次第，认识自己，他说也认识他人。他说成佛了成道了，像那些外道，你听他一说话你就知道了假的，胡说八道。他说你明白了，因为你明白了，所以你没证得，你明白，但是他骗你骗不了的。你学教理的人，对人家的或者问你或者你看你观察的，他进入什么位置，他烦恼就断了好多，他祸也存在好多，说上位能知道下位，下位不知道上位。它的含义就是，为什么这么样次第次第讲？都了到了十一的菩萨，普贤菩萨和这样介绍呢？这是介绍啊，佛出现是怎么出现的呀？这一次非常的微细，这个是很微细的了。神妙，深深微妙。当然是我们学这些大法的时候，甚深的法师劣等啊，没有这个资格。我们只是啊，种种善根，将来成就的时候啊，容易一点，消消业障。现在讲佛的第六相心啊，佛的第六心相，佛子佛子，用从水地上自飞翔，飞飞翔天，其中所有的大千国度，欲界无色，欲色无色，是欲界无色界，欲界色界无色界，众生之处，所有的众生所处所，
没有一个是实的。莫不与虚空而起，不论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三界吧，三界难立的都在虚空之中，欲空而建立。一着虚空而起，一着虚空而住，何以故？虚空普遍，因为虚空普遍，但是虚空融三界而没有分别，虚空没有分别，你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也不是我空中画个你大小，不像咱们买个住宅了，30方啊、50方啊、100方啊、几百方啊，没有这个区别。这是拿这个做形容的，你就知道了。形容佛的，佛子啊，如来的智慧已复入世，一切众生，一切依报正报，因如来而住。所以这里头包含着声闻的智慧、独觉的智慧、菩萨的智慧。有为的智慧，无为的智慧，包括这，这个层次啊，只能呢声闻独觉菩萨是那三层来分呢、啊。其实声闻里头有菩萨，独觉里也有菩萨，菩萨里头也有声闻，也有独觉。他说虚空是互相含容的，但是他没分别。虚空有分别吗？没有分别。如来的智慧里头含着声闻啊、独觉啊、菩萨啊，有为的呀、无为的呀，乃至如来，乃至一切如来都是从智慧而起的。如来是以智慧而起的，如来住在智慧当中，以智慧而起，以智慧而住。一切色界、无色界都是以虚空而住的。因为虚空普遍，虚空容三界无分别，佛呢，容一切众生。佛没有分别，如来自住，都是一直住，一直如来自会起，一直如来自会住，何以故？要解释了，什么缘故？前头是表题，以下就是解释，说如来的智慧呀，遍一切故。如来智慧遍一切众生，用那三乘法遍于声闻，遍于独觉，遍于菩萨，乃至遍一切众生。如来智慧普容，普是普遍的说，容纳一切众生的智慧，而无分别。如来并没分别，如来也没有这么给你确立，哪个智慧众生大，哪个智慧众生小，如来没去分别，这就是如来的相。如来的心无分别的智慧心，就是如来的心的第六相。先拿虚空做比喻。虚空入世，佛第六相的心也入世。一切的诸菩萨摩诃萨应入世之，
这第六项很简单，就拿虚空与比喻佛，这个就是佛的无奈字，无奈字，佛是佛子，入雪山顶，有药王树，名无尽根，比树根从168000由旬，下进金刚地，水轮即生。咱们地轮下的是水轮，前头跟大家讲过啊，金刚经说，水轮底下生出来一棵药王树，就生个一树，这个树是药树，药树。这树根呢生长就好高呢，168000由旬。在印度这个说由旬呢，就是我们中国的里数，是吧？十里啊，八里啊，二里了，108000由旬呢，就是168000里这个意思。但是它那个里非常大，它的里不像我们中国，它那一里等于我们中国的40华里、60华里、80华里，它分三种等级。那168000由旬，这个肚子数字我们不算它了，很多很多里数了啊。反正到金刚地，地基了，下的是水基了，地基进了，一下到水轮。这树啊，是在这儿生的。说比树，比药王树要生根时，说这个树根要生的时候，令阎浮一切树根生，它能是阎浮的一切树能生根，根上生茎，令阎浮的一切树茎生，枝叶花果都入世。这个形容词，药树的生，那药王一个药王树呢，是从根生的茎，茎要生根呐，根能生茎，茎能生根，互相的生，根能生茎，茎又生根，根又生茎，根无有尽呢。这个根呐，这药王树的根呐。没有尽，说起个名字叫什么呢？无尽根，无尽根。佛子比药王树，一切处皆令生长。假如药王树在一切处都能生长，不是说树的啊，假树做比喻的，要形容，拿树形容。形容佛，佛出现在什么地方出现，根生在何处。佛什么时候都能出现，我与二处不能为根，不能做生长的利益。形容佛的哪两处呢？是为地狱深坑，地狱深坑，地狱不生长，生长树必有土啊，得有种子，但水轮不能生，水轮在地上生，是吧？两种不能生，一个地狱的深坑不能生，那在水轮之中不能生。佛是无数不能利益众生，
为什么说地狱不能生呢？地狱不信呢。到地狱里去，他的思想啊，就是苦难，什么都没有。佛利益众生，药王能除一切众生病，是显什么的呢？显一个药的体，药树生的体，药是对众生病的，是药的肉。形容佛，佛的出生啊，是利益众生的，就是利落众生智，这叫佛利益众生无尽智啊。无尽智是众生无尽，佛利益众生皆无尽，显佛的大用，我大用啊。佛子，如来的智慧大药树王，说如来的智慧像大药树王一样的，以佛入世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佛大药，佛的智慧啊，能发生一切众生成就智慧的三法，能够普法一切众生戒，能够除灭一切众生的恶道苦难。因为佛的广大悲广大愿，佛的成长是两种，悲愿，大悲大愿，以大悲大愿为佛成佛的根，乃至成就佛果。就像越王树是一样的，拿越王树形容着，善巧方便，就是那个药树的梗，梗叶的枝子啊，骗法界的智慧，一切诸波罗蜜，就是那个枝叶。那法呢，就是禅定解脱，诸大三昧，种子辩才菩提分法，这就是越王树的花，开花嘛，种子辩才菩提分法，究竟无变。永远不会变化，达到最究竟了，没有变化。什么呢？佛的解脱，诸佛的解脱，结果了，结果了，是吧？悲愿跟菩提，何者为诸佛之本？就是药王树的根，能救拔一切众生的甚深的苦难。依着如来的实质所产生的方便善巧，那树啊，根子必须得讲枝叶呀，讲枝条啊，讲树叶啊，讲干呐，菩提的枝叶树干。佛子，如来的智慧大悦树王，名为无尽根。什么缘故？何故得名无尽根呢？究竟无休息，不断菩萨行，说菩萨行是如来的性，菩萨行就是如来性。那翻过来说，如来的性就是菩萨行，所以叫无尽根，
你道理啊，说现在咱们如果发菩提心了，行菩萨道。你发菩提心，这个心从什么地方发来的？发来菩提心，菩提心要成长。发了心，你得灌溉它。你发完心就什么都不做了，还得愿呢，还得行啊，还得行菩萨道啊。等你行菩萨道的时候，就是佛的心。佛的心就是菩萨行，菩萨行就是佛的心。所以这叫无尽根，无尽根，这永远不会休息的，尽未来尽。这道理就很容易明白了。要想得果，必须得有因。果成了不舍因，成了佛了还要度众生，所以说菩萨行永远不断。咱们通常说道家慈航啊，道家慈航，咱们这山上的老祖师文殊师利菩萨成了佛了，他又来做菩萨呀，从从无尽的。说如来相就是佛菩萨行，菩萨行即是如来相，这两个不用得分的。药王根就是一些药，一些药就是一些药王，药王术。所以说，是上头一个法一个喻，现在合起来说，佛子啊，如来的智慧大药术王。这法欲和这根的生的时候，就是另一些菩萨生不舍众生的大悲大慈的悲根生，又根生的什么生的呢？众生，因为不舍的大慈悲，那个就是根。那菩萨要行一些菩萨道的时候，那其紧要生枝条啊，要生叶啊，生叶啊，树叶啊，那就是令一些菩萨增长坚固精进身心那梗啊，那枝条树枝子。枝叶的生下时候，那些菩萨增长一切诸波罗蜜之，一切诸道彼难法呀，有那枝。枝上要生叶，其叶生时，那些菩萨生长境界，行头陀恨，一切功德受益之中。其花生时要开花啊，开花，花就是说话。令一菩萨具足善根相好庄严的花，药树要开药花了，结的药呢啊，这开的花，花必结果。那果生时，令菩萨得到了，菩萨行菩萨得到无生法印，无生印乃至受佛的灌顶，续佛位。佛子，如来的智慧大药寿王，如来的智慧大药寿王唯有二处不能做生长的利益，
咱们经常说，咱们经常说，佛是万能，万能，给一切众生所谓利益。但是华严告诉我们，两处不能做利益。所谓的二乘，都有无为、广大、深坑。佛不能够帮助他，他堕了广大的深坑。还有患善根的非气众生，他的善根坏了，邪知邪见，贪爱之水，不学不愿舍，这类的众生，他不接受，不接受佛的教诲，他不接受，佛就没办法度他呀。佛子如来的智慧没有增减，所以根善难种，从来没有修行，所以佛的心的气象，菩萨应如是知。但是这个地方啊，多加说明，所谓的二乘，二乘是不回心的，不回心向大的。他住在五彩界天，三代是化不了、坏不了他住的地方，三代所不能坏，他就注定他所谓的二乘人，所谓的他成了佛了，其实没有。他证的呢，有余涅槃，不是无余涅槃。他住在既定的深渊，今天深渊，他不接受教化的。他因为是无为，那个无为啊，还在变异生死当中。你真的无为了吗？但是他那个无为，跟八地正德的无为两个还不同的了。八地也有这个意思，八地是大菩萨了，十方诸佛一给他启发，他再去发菩提心。二乘人，诸佛给他启发，他不接受。因为他跟佛无异，他成就了，他不接受佛的教化。说这个地方所说呀，两处，佛无办法动，还有那个大邪见贪爱的，邪知邪见。两处不能生长的，也根善难固，生无修心啊。这两种呢，简直不是法器，一堕入这个里头，它出来很难很难。地狱深坑啊，邪见的大坑，因为这些都是薄无因果，薄无因果，有贪爱的根呢，贪爱的根不能升起善根，不能升起善根，是这个缘没有啊，而水里头。不能种药树，药树不能生，不能给药树做深层的利益。佛也如是，
说这是如来的第七心相。但是佛是无厌舍的，所以这两种众生还是暂时的。佛另有三教方便，多前他厌离了，恐怖了，还是得度的。什么原因呢？同有佛性，佛性就是佛种。说佛说不厌舍，不厌舍，是佛的心没有厌舍这类众生，是这类众生拒绝于佛，佛也不能动。这道理很简单，你说我们寺庙，我们所有出家师父，我说跟人讲佛法，还希望大家都学啊，都听啊，人家不听不学，你又有什么办法呢？拉着他你来跟我学佛法，那麻烦了，他可能去告你，你现在他自由了。这现实的含义跟那一样的，但是同有佛像，经过久了，等于他厌舍了，等他那无名渐渐有点明了，明白了，那就他就转化了。说有现呢的人，现在做呢业的人，你劝他改过，做点好事儿，他干吗？咱们社会上有这么两句话：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但是他屠刀肯放下吗？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是从你放下屠刀这个时候开始起，你转化了，不做那了，行善了，是吧？一定能成佛。往往的这些话，有人家拿这个问我们佛弟子，我说他放下屠刀，还没成佛呀？哎，你放下屠刀，你不做那了，从这时候开始成佛呀？比如说现在就是成佛，这个话呀，说话啊，它的周转、循环，为什么叫方便善巧会呀？里头中间很多的变化。佛最后说，也不厌舍他们，最后说啊。诸佛来应知啊，第七相，所以以三善难住，生无休息过。这个话就是不舍的意思。不舍，佛是不舍一众生。最后说没有厌舍的，虽然这个呢缘，他不生厌怖，他攀着诸蠢呢缘里头。他没办法接受，但是他有佛性，等他多钱厌舍了，那他就能够得度了。这地方解释《涅槃经》上说，阎浮提，断了善根了，一点善法不做，能不能成佛？涅槃经是说啊，有佛性，有佛性就有发心的时候。那他什么时候发心？佛性显现了，
你是这个在修，还是可以成佛的，是吧？一禅体也可以得度。法华经上说，绝了声闻法，令众声闻众。法华经上说，声闻到了他动摇的时候，他回小向大的时候，还是可以成佛。说法华经受记啊，给那个禅体，你也给他受记，他有佛性，等他一回小向大，他就成了，定性的声闻，说声闻呢，他定了性了，他再不退转了，不可能，他还要变化。这个道理啊，有时候闻法的时候，特别是这种道理，要特别注意，特别注意啊。为什么特别注意呢？说你的心呐、你现在的心呐、要跟佛心相合，佛心相合。人有位弟子问我，最近问我，他说现在有些人说60岁不能出家了，也不能再做和尚了，不能受戒了，因为他60岁了，他跟我剃了头，他要受戒。有人告诉他不能受戒了，我说佛没这样说，谁说的你去找谁，我没跟你这样说。这不是佛说的，对。60岁可以不可出家呢？佛收一个老弟子叫福善吧，80-90岁了，佛收他了，阿罗汉都不少，说那八万大劫都没得善根，那八万大劫前呢？阿罗汉看不到啊，那佛看得到，是吧？对，任何人，多讷的人，说。我们和尚出家人度讷人就是善念，你心里想这人特别坏，都讨厌他，你不要生起讨厌他的心，你得保持你的善念。你说我是力量不够，然后我一定度他。知道声功说法顽石点头，知道吗？道生法师的一场，几千人一场，大家翻译经。道生法师提到这么一个议论，说禅体有佛性，能成佛，就这个问题。一场那些大德们。把他摒出，说他是邪门歪道，邪知邪见。摒除了，他就气不过呀。摒除了，他不能在大众里头一经了。他到南京虎头山、虎丘山，他把那石头都立起来，他把那些石头立起来。跟那石头说，说你们听着啊，跟那石头这样子说声，说是如果我说错了，我下地狱；如果我说的没错，你们点脑壳。那石头脑壳怎么点啊？这是故事了，古人这成语了，说王公说申公说法，顽石点头。申公就问他嘛，说禅定有佛性没有？那些石头都点脑壳，有啊有。这是个故事。从此大家留这么一个遗传了，2000多年了啊。说申公说法，完事点头，就道生法师，是吧？鸠摩罗什说，不是。
不是鸠摩罗什是法师之前呢，他鸠摩罗什法师前呢，一场那时候一场，道南法师的徒弟，道南法师徒弟都这样，这个拿这个做证明啊，做证明啊，这是佛的旗下，佛子，比如三千大千世界，结火起时，焚烧一切草木丛林，乃至铁围大铁围山，世界之言，无有余。佛子，假使有人手持甘草，投笔火中，与云何？说你甘角如何？得烧否？说那大火啊，连石头、连铁围山都烧化了。说几人拿一把甘草丢到大火里头，能不能烧？答言：佛也。佛子，彼所投着，容不可烧。如来智慧分别三世一切众生，一切果度，一切劫数，一切诸法，无不知者。要言不知，无有是处。何以故？智慧平等，谁能明达？佛子，是为如来第八相，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之。劫火烧尽，来形容什么呢？佛的智慧无不尽智，什么都知道。要不是尽智，就不成大觉了；要不是尽智，就不能成为佛了。这个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，说劫火烧金玉，劫火什么都烧没有了，在这个时候三千大千世界劫火起来了，就火灾了，火尽了，焚烧些草木丛林，大铁围山都烧完了。假使有这种人手拿一把甘草投入火中，你的意思如何呀？得烧否？答言：佛也。不一定。佛子，彼所投草，容不可烧，回去没有烧。如来的智慧呢？分别三世一切众生，一切果道，一切劫数，一切诸法，无不知者。说要言不知，说佛不知道，无有是处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智慧平等，谁能明达？佛子，是为如来第八相，如来心第八相，诸菩萨应如是之。这是劫火烧尽的时候，烧到什么程度？佛是尽知的，拿那个劫火能烧尽，佛的智慧是什么都知道。没有不知道的，是结火的时候什么都烧尽了。佛的智慧什么都知道，更无所依。说结火烧的要尽的时候，我投一把草，这把草被烧不被烧啊？就这个含义，说佛的智慧
无所不知，形容着佛的第八相，佛无所不知，叫无智不知，这是佛智，是不是？这意思啊，就是结果什么都烧了，头一把干草不可烧吗？有这个道理吗？必言少，说佛的智慧一切皆知，佛还有不知道的事吗？没有，是吧？如来心第八相，菩萨应这样了解佛，说佛的智慧无不尽知，没有一语的，更无所依。这佛的第八相，佛心的第八相啊，夫子夫子，譬如风灾坏世界时，有大风起，名曰散坏，能坏三千大千世界，体为三等，皆为碎末。风把那体为三吹的呀，像很细很细的沫子。佛有大风，名曰能藏，周匝三千大千世界，散散坏风。这大藏风啊，把那坏风给藏住了，不令得住于世界。那你就坏这个三界，你这个风啊，只能吹到这个地点，不能再往过去吹了。给你仗着让你吹不过去，这就是两种风，一个叫能仗风，一个叫散坏风。佛子要练无此能仗的大风啊，说没这个能仗大风，十方世界无不坏尽呢。因为有能仗的风了，说你正能坏这个三千世界，只能坏这个世界，那个世界不能再去了，这就给他仗住了。如来应证能觉的以夫入世，有大智慧风，这风叫什么呢？能灭，能灭是诸大菩萨烦恼习气。又有大智风，名为巧慈，巧慈是根本未熟的菩萨，不令能灭大智风轮，断其烦恼习气。佛子要无如来善巧智风，无量菩萨皆堕声闻辟支佛地，由此自故，令若菩萨超二乘，难住如来究竟之位。有这些个，大家想想，非常的有深意。大风能坏一切的，如来自觉有智慧风，就像那个能藏风，藏住那个风不能坏到的，这是佛的这个不坏的智慧呢，能够使这菩萨烦恼习气能够灭一切烦恼习气，大智慧风能灭烦恼习气。但是另一种巧词，说根未成熟的菩萨，
不令大字风轮来灭他，这是留祸运生。经常咱们经常讲菩萨留祸运生啊，不过这个问题很复杂，今天讲不完了，下回再讲。